有没有听过这个广告词？电脑会煎土豆，电脑唔来要金头刀，电脑买骗人哦。这个网络诈骗呢，高居民怨第二名，所以今天要告诉你要注意些什么。看看来宾有谁？郭士伦艺人有过数次跟网友见面的失败经验，对于年轻男女为何会沉迷网络交友有深刻的体验。廖慧英两性专家，擅长分析现代男女心态，对于爱情世界中最容易受骗的肥羊类型有独到的观点。江中博媒体工作者，采访过无数社会案件，对于近年网络上层出不穷的网虫诈骗事件有详尽的解说。何玉灿网络法律专家，擅长以法律观察网络世界，对网络上所隐藏的陷阱及触法危机有深入的剖析。张维忠命理专家，擅长以命理角度解析诈骗运势，对容易陷入交友陷阱的性格及面相有专业的看法。起格子外套蒙住脸，怕面貌曝光，弯腰走路时却一个踉跄，差点被阶梯绊倒。在网络上骗财又骗色，网络男宠的真实面貌是这个模样。本名徐显明的他55岁，已经离婚，前科累累，其貌不扬的他却拿着帅哥男模的照片，在网络上说自己是多金古董商小开。和女网友坠入爱河后，打电话告诉女网友，爱他的话就要帮他照顾在台湾的爸爸，然后自己再以父亲的身份现身，收取名贵的轿车钻表，诈骗金额超过2亿，受骗的女子超过20人。但受骗女子却是警方都找上门了，才知道他一人分饰两角的厉害。你当初不会觉得爸爸跟儿子的声音很像？我曾经问过爸爸，爸爸就说他儿子从小就听他的录音带啊，甚至他演讲的时候都有带他，就是随时都带着他在身边嘛，所以他模仿，就是从小就模仿他爸爸的声音。将女网友骗得团团转，甚至还有人因此被性侵，受害人年纪则从28岁到50岁都有。幸亏警方终于将他逮获，依诈欺和强制性交罪移送，也提醒女网友网络男宠何其多，小心免得人财两失。好，我们首先先请这个柯南把这两张照片看一下，好不好？是的，是的。你看网络诈骗多恶劣 ，OK 啊、嗯哦，有一丢搞完骗，对哈，啊结果有一丢搞完走。没有，美人姐，这个是个时空交错的故事，对对对，就是那个男主角，就像电影常常拍，男主角回到20年前找他自己啊，对，或回到20年后找他自己。其实这个男的刚刚说他其貌不扬哦，我个人是认为他长得是英俊挺拔，稍显老态而已。嗯。所以你看他长的五官哦，要当骗子一个重点一定要有魅力、智慧，他一定要有某种的一个面相才有骗别人的魅力。鼻子高的比较会骗人。他本身意志力啊、决定性，他的那个专注力是够的。眼睛最早看眼睛。你还好了，你还好了。没有，我觉得老师在讲的时候，老师鼻子还蛮高的。没有。通常眼睛他不够挺拔。眼睛如果是除了美之外、大之外，一大一小的人比较会骗人。那问一下钟博，为什么这个网友有去跟他见面呢？对啊，还买单呢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太夸张，这个哦，我想这个人哦，这才是真正的他嘛，他你看他都气得要告了，这个叫 Rich 这个人，那为什么呢？他在他这个要告的这个声明文里面讲说，他认为他的行为是人神共愤，连他都觉得人神共愤，何况是被骗的那几个，你想想看。在这个杂志里头哦，我觉得老师刚才讲说他觉得他长得还蛮帅的，可是我觉得可能也许这个秃头这一部分啊，就会让人家觉得分数要扣很多啦。但是为什么看到一个秃头50几岁的一个男子，这些女孩子还会好像有点类似宗教信仰的那种感觉，这个自动奉献给他，其实因为他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因素，就是他会报名牌哦。他其实当时在所谓的挑选这些诈骗的贵妇的时候，他是有条件性筛选。第一个他挑什么？你玩股票。第二个他挑什么？你是贵妇型的。第三个他挑你离过婚的。前面两个条件证明你有经济能力，不然怎么玩股票？不然你怎么会是做贵妇？离婚了你又没有什么感情的羁绊，他也不会犯法，对不对？表示财力可以自己来。贵妇是有钱嘛，对不对？好。结果呢，挑了这些之后呢，再加上照片，我刚刚说是这个人嘛，对不对？是这个 Rich 这个人。对。所以大家看到之后觉得哇，你看他又会报名牌，他又长得这么帅，而且他是 Rich 的爸爸。对。好了，这些人都上钩了吗？是不是？我养你们这些被骗的人都养好了，这时候我要开始套你们。怎么套呢？他就讲啊，
我爸哈其实有癌症，那住在这个某某饭店里头，你可以带我去探望他吗？好了，这些人就去了，看在 Rich 的份上就去了。一去一看，怎么那么丑？嗯，可是呢，他们会有个幻想：第一，如果我能够把 Rich 的爸爸伺候好，嗯 ，Rich 就会娶我。哪里？我觉得很奇怪，你跟爸爸睡了，儿子还会娶你吗？对啊，我一直觉得搞不清楚啊。所以你不会被骗啊。但是你要想，有的人不是这样想啊。好，第二个，他想，我要是把 Rich 伺候好。绿旗他爸伺候好，他会报更多的名牌给我。所以何小姐，这种就是所谓的网虫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个其实就是一种网络很典型的诈骗。是啊，他就是其实网络的用美女的照片，用帅哥的照片勾引你。对，那么网络上去骗，哈，他不一定就是说一定用美女跟帅哥的照片，他也有其他的方式跟你交朋友，也可能目的是来骗你。所以呢，这种呢，我们叫做网络的爱情骗。那另外还有一些很多其他形态的骗，那我们也看过有这样的一个案例，就是他都透过交友网站跟你交朋友，然后就约了出去唱歌啊，然后唱歌的时候就偷东西，所以爱情当然是一个典型的骗子，好，那么其实也有很多国外的、国内的，因为现在网络没有国际嘛，没有国界嘛，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，网络就变成这些，不好的人或者非法的人，他的一个犯罪的工具了。